对呀，早上起来就整个人搭起来的还不错，效果相当很好。还长两个刺，效果不错。这面墙还得弄哈，弄不弄？哪面墙？这块。这块昨天也问主任了，他说他们这边工期还在安排。啊。就我们原来计划不是有吗？原来这里是有的，原来这里一共是7个院嘛，然后现在是只完成了5个，还差这个跟那边的 H， 就是那边不还有一个小的吗？现在还差这2院。或者这块不用做完整的，我觉得这空开一个倒也蛮好，要不然全弄完了就真成了一个完整的合围了。你看现在是这边好了，这边特别好，这边也好，这边也好，这块如果弄一个矮墙就得了，这样还有开阔一点的过去，但是要拢一下，有一个小墙拢一下挺好。小军你觉得好吗？这个都是铝制的造型，99%。帘子要宽一点，挡住这个东西的。完了，让它做的垂地的重点。对。完了，里面啊，给我刷黑了。哦。别让它一些，别让它就是觉得深，一黑洞深不见底，一人一进去引进去了。可以。就有一条啊。啊。有一条啊，对，然后我们把黑布一连。是，我都把连一米都连，我们再做个走一米都行，对吧？再做个镜伸出去，因为都黑的嘛。对，往里走一米远都行，对吧？那头在这做2米呢，我伸。对，那是掉个黑布。对。这上马的效果挺好。嗯。顶上那个小茅草，我操。嗯。他是在搞什么？它现在主要是那个贼，有的地儿稍微长得多点，多起来一大堆的。对，现在就是分散的太均匀了，是吧？是，到处在。所以有的地儿长得稍微多一点啊。所以这一块长得特别密。是那个几多长点是吧？是。是几多长点，就是让它那个有点疏密，就是。那就有点那个一坨一坨的。对，就哪块长得多些。要直接能走上去啊？试试不？谁怕谁呀？那就好。一块的话，是不是会撑不住的？这么结实啊！吹看啊！那个，这条木头伸过来，一个从这管里往上冲，从底下。买点烟油的吧，啊，对，弄点烟油就行了。嗯，烧着那后边的水跟烟油配合呢。烟雾剂，行。这个还行，这个会出效果。扩展一下。八个孩子，挤能挤10个孩子。11个，这样往前一整一推就来仨，是吧？这两天都靠墙了，一能增加6个，收得住。这个
你问问跟这个墙的颜色偏不偏重。因为如果提起来点更好一点。那也能量，能量就到了。真的，真是。那你得量一下。那导演跟有师傅聊天。你们这个窗卡这个缝，看到那儿是什么距离？这个是不用动吗？黑板，那边不用动吗？黑板，颜色不改的，黑板上的墙，你需要吗？三面，要么一样，要么一看这儿两面，啊，可以说黑板这块可以不用动，就三面给它落白的那个。上面老屋不用动，有点怪，我觉得还是应该都弄点。对，咱们做旧。这个不用做了吧？不，你这样吧，你要弄两面教室，真是的，我，弄破了弄两面那俩屋，还是怎么着？就是你看这屋吧，从里面看出来正好怼了这块。那款能透一点，我试试。你要用这屋是吧？他们现在我们原来把它弄，弄俩屋，结果他们给我仨屋全弄了，非常牛。哦。一刷给刷仨屋牛。反正你上料永远上的多。这书包是新书包是吗？新的。新的，然后做旧的。对。就是那个小男孩对吧？沃土的。对，给那些小朋友们同学准备的。嗯。有多少条多少个书包啊？书包啊。嗯。书包现在目前还没有到全，就是陆陆续续的就在做准备的。能有二三十。嗯，差不多有三十个同学吧，也得。哦，都做年代的是吧，同学是？对，因为咱们剧情需要，他村里边特别贫穷落后嘛。嗯。所以都要弄出那种使用感。嗯。他这其他所有群演的衣，其他群演的衣服都是网上买的是吧？就是或者是回收的旧衣服。嗯，不，有库房租的。啊，库房租的。对。库房租的，它本身做旧质感就好一点吗？那也得褪色啥的。那也得重新做。也得重新做。对对对。